春卷儿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金，今天我要试一试正式的早餐。哎，这是啥东西？这个是卤煮锅糊胡辣汤。胡辣汤是河南的一个特产，胡椒和辣椒。对啊，还可以，我从来没吃过。嗯，这个挺不错的，贵不贵？这个很便宜，一碗几块钱吧。去河南当地吃会更好吃。怎么样，春卷？这个我们在欧洲有，也是机器做的，没什么味儿。如果刚炸好了，刚炸好会很好吃，很脆，很香。对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油条或者春卷。对，油条还是春卷，新鲜就好吃。只是为什么外卖？我很讨厌在外卖上，我会去我的楼下六 Rufus 到饭馆，然后我直接在饭馆里边吃，不是因为我不要给你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因为中餐如果不新鲜不好吃，还是软了，你就要就直接炒或者直接炸，直接出来，然后一上就吃。中文有个概念叫锅气，对，就是刚出锅的菜有那种焦香咸香的，耶，新鲜。这是啊，豆腐脑咸的。God， 这在重庆他们经常吃，我以前的老婆特别喜欢吃。看起来很奇怪，我喜欢吃豆腐，但是这个，是它的味道会让你觉得接受不了。啊，这是饿，这个是豆浆，就是中国人对于豆腐有很多的执念，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。等我一下，我来一个真的好喝的东西，我不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很多了，难喝。这个我永远不要用来做调酒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人也，这个就是跟吸个屁一样的，就是它抽味很奇怪，在舌头上，然后你喝了之后它就是这个可以滚。二爷。